经过了16场重重障碍，今年 HBL 冠军赛即将在小巨蛋展开。男生组来自南山高中、松山高中，女生组来自淡水商工和南湖高中。May the best team win.大家接到了球，三分球 ，Good！ 建明快攻，撞开了防守球员，上篮得分。哇，他这球展现了很大的决心 ，Determination。Behind the free throw line, score! 哇，这场比赛再度拉近。淡水商工成功拿下二连霸，成为104学年度 HBL 高中篮球联赛女子组的总冠军。比赛最后是南山获胜了，南山赢得了104学年度 HBL 高中篮球联赛男子组的总冠军，击败了强敌松山高中，也拿得了队史上的第7座冠军。经过了16场重重障碍，今年 HBL 冠军赛即将在小巨蛋展开。男生组来自南山高中、松山高中，女生组来自淡水商工和南湖高中。May the best team win。
这场高院对上三名的比赛即将开始。第一波球权是高院进攻，立刻造成了犯规。看一下昨天表现不佳的田浩，今天的表现会如何呢？先发要上场，哇，那今天高院方面也很教练也非常大胆的把九号的田克宇先发摆上场。那今天田浩呢，田浩招牌动作可惜没有进，是三名球。高院对三名也是采跟昨天也是采取一样的策略，对三名这样子采取全场一样，就说快传到前场快攻，并没有放进。这边洪凯杰踩了一个偏向上篮，没有进。抓到这个防守篮板，前面一个一打三被扒了下来，这是高院的一个火锅。非常快，一个假传上篮，啊，球再度弹框而出。今天田浩的出手欲望还是非常强烈，还是非常的强烈。前面快攻机会，漂亮的上篮，为比赛首开纪录的是三名加上十一号的卢真，那其实是十一号卢真呢，今年是高一即将上高二的选手。那他过去其实也是有入选 U16， 在去年也是有入选 U16 的培训队的。那很可惜的只是在最后的关头被刷掉，是蛮可惜的。是。他其实，在上一个 HBL 赛季，其实就有在三名加上的十二人名单里面的。那基本上，在高一能报到三名的十二人名单的球员，其实基本上都在高三，其实基本上都是球队的核心的球员。是。现在进攻时间剩下六秒。田浩依然选择自己进攻，还是没有放进。今天感觉田浩的出手欲望是非常的强烈啊，那他基本上最后切入的空档都有出，空档都有出现，可是最后一直是差的零分一球，对，这个 finish 的力道都不对，非常的可惜啊。这球好球，七号的吴洪德篮下带动百分两分。
传到外围，三分球大空档，并没有投进。这球切入造成犯规。十号的王玉杰站上罚球线，只是场上喊出了暂停。暂停回来是王玉杰的罚球，依法罚进。罚都有，这是一个进攻的犯规，球权再次还给了三名加商。这是一个远距的两分球，是三分球。三名加商开局一波11-0的攻势，目前还在继续。这球发生失误。那可以看出，其实三名加商在这一。第一节前半期很多攻势都是集中在陶俊的身上，那球权基本很多都是也是在陶俊做处理。那陶俊呢，其实在去年 HBL 赛季的时候，其实预赛他出赛时间是非常多的，那可是到后预赛的时候，其实因为手伤，那可是在复赛的时候，陶俊也遭人痛更换，把他移出12人的正选名单。是，所以在上一个赛季的时候，其实球权。想在前半部还会看到，前半段都还会看到陶俊的出赛，但是在到了复赛以及八强赛的时候，陶俊就因为手受伤，所以就没有再上场。是。这是一个漂亮的传球 ，N1 的净算加罚。看这一球，三名加商在篮下的防守上的换防上的沟通出现了一点问题，还是九号的简恩宇出现空档。这球罚进，高院回进了一波6-0的攻势。这球直接切入得分。11号的林
真，吴真立刻为三名加上止血。哇，这个小球想要往里面传，发生了失误。这球被点掉。再传出来，垫步的假传，真投，进攻篮板再抢，还是没有补进，这时候造成了犯规。转身的上篮，球权在高院的手上。三分球命中，这是凯杰的一记三分球。哇，现在高原又抄到这一球。今天简周瑜在高位挡拆防守下把快抄到这一球。这时候要站上罚球线，四号的潘信元，第一罚没进。两罚都没有进，单机慢慢抢到。切入的分球，钟志宇的出手，球出界，第一节剩下最后20秒，左右的变换方向。再传出来，投进这个三分球。好，第一节结束，比数13-9，三名家乡暂时领先4分。
第二节比赛继续进行。篮下的转身要到犯规。高院的三分球比较过大，篮板球被三名队长抢到，前面三打二的快攻机会，轻松的上篮，可惜放枪。这是一个翻球的违例，这边三名加上一个后门传球失误，这边三名喊出了暂停。高院的进攻，对三名抄掉，外围切入，换到右手的上篮，造成犯规。把没有进，第二罚有，加上三分出手没有进，篮板再抢，再一个三分球还是没有进，篮板球掌握在高院的手上，
现高院没有注意到进攻24秒已经到了。高院的这几波进攻好像都是找不到太好的出手点。嗯，外线出手是一个 air ball。那基本上现在看得出来，三名加上在第二节的进攻策略还是非常的明显，集中在让翁德七号的翁德去处理球上。他在禁区吸引防守之后，在外围导出一个空档。对。洪凯杰一个翻身的跳投得手，只要洪凯杰依然是靠自己个人的脚步、个人的进攻动作以及脚步取得这两分。哇，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又是洪凯杰踩的欧洲步，这是也算是他个人的招牌动作。这边高院已经追上来了，现在双方只有两分的差距。这球被三名加上抄掉，前面三打二的快攻机会。轻松的两分拿到，外围的出手力道过大。球短了，再抢进攻篮板，再放进两分。这是一个垫步骗取防守者之后，两分拿到。洪凯杰这时候跳出来帮助高院。是个九步的威力。这边可以看到高院攻上几波的攻势，其实就主要都是由洪凯杰来负责持球进攻。那洪凯杰他是今年是高二的球员，那他那个时候其实是出生于彰化西湖国中毕业的球员，那他们那一年也是国中乙组的冠军。那他的体能可能在跟其他台面上全相比，体能不是那么的突出，可是他的动作是非常的柔软的。是。他现在在 HBL 的表现是非常好。洪凯杰他的强项其实在于他的变速，然后还有他的身体的延展性，然后再来就是他身，特别是在他有在左撇子这个先天上的优势上面，那还有他的出手手感是非常的柔软的。是。这边一个左手的抛投。外围再传出来，再传到内线，同样的战术。哇，这时候一个六球，这边遭到包夹之后，洪凯杰的三分球短了。传球被抄掉，前面快攻三打一，可惜没有放进，哇，又被三名抄了回来，这球有点亏啊！哦，这是一个变换方向骗过防守者，但是还是被后面盖了个火锅，被后面补防的朱立勋，
十四号的朱立轩呢，他是今年要准备升上高三的球员。啊，他其实也是左撇子的一名球员呐、啊，他的手臂其实翼展是非常的长的。是，好，这边又是一个防守。对，其实可以看到很多他的球，其实他的弹性跟爆发力，跟其他顶尖的球 HBO 其他球员相比下，不是那么的突出，而是他其实有时候是靠他过人的翼展。去做对球员去对敌方球员去做成封阻的这样的动作，那其实在成功也是非常容易成功的。没错，刚刚前面田凯恩的一个净算加罚，那其实像到比赛到目前为止，其实场上有一个对决的组合，其实是蛮有趣的，是像是从三名将13号的陶俊啊，跟高院工匠11号的洪凯杰，两个同样都是左撇子的球员，但是两个身高打的位置都非常类似，但是他们的打法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是两个极端。陶俊的打法其实充满体能爆发力的速度。那高院11号洪凯杰的话，他的比较偏向各动基本动作的变速，然后以及脚步上的变换，他的左右方向的变换非常灵活。那陶俊的打法比较多身体上的碰撞，然后以及靠推个人爆发力的推进。打到现在，田浩还是没有上场啊。球迷朋友其实可以在两个人在对位上的互换，其实可以多多观察这两位未来潜力的球员。哦，这边朱立勋一个顶开对方，两分拿到。这边找到包夹之后被高院抄掉，又抄回来。前面快攻机会，卢真上篮两分。两队的防守都是非常积极啊。这球被破坏。一条龙杀进去，造成犯规。身体是有对抗之后，造成了十四号朱立勋的犯规。陶俊要站上罚球线，第一罚有，都进，场边换人，边切入的分球传出来，再传，哦，一个。篮下一个挑篮得分，六号的田凯恩，这边又遭到了包夹，中间空了，右边的上篮没有进，前面快攻机会4打1，这时候被陶俊给扒一个火锅，挨了陶俊一个锅子，这是吴洪德赔上了一个犯规。那其实可以从比赛打到现在目前为止，其实看得出来，田本玉田教练其实在高院球员身材的劣势之下，其实还是不断要求高院的球员去对三名加上球员去进行一个全场包夹的一个动作。那目前看起来的成效是还不错这样的。那只要高院工商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在进攻端的把握度能在更高的话，那其实有可能会把领先的差距再度扩大。是，不过今天三名加上的球员啊，像是陶俊啊，或者是吴洪德的表现都是非常好的。那其实在，这个沛天宫是今年的比赛可能主打了两个三名将，主打了两名球员，可能也就是陶俊跟吴洪德，因为他们在刚结束的这个赛季的 HBL 七，他们的主力核心球员应该是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唐维杰。对，那唐维杰可能因为这次参加 U17 的培训啊，可能在这次的比赛就不会出赛这个样子。那相信其实蛮多球迷朋友都是蛮期待看到他全能的身手，是190公分可以从1号打到5号这样的身手。简浩现在上场，哇，一上场就造成了对方的犯规。不过没有关系，这场比赛我们没有唐维杰看，但是还是有田浩可以看。是是是。一发发进。都有，这时候时间到，第二节结束，目前比数是28-24，高原工商暂时领先4分。第三节比赛即将开始，高院工商的球，禁区转身的一个单打，掉到犯规。是16号的梁彦章站上罚球线，第一罚不进。
两罚中一。这时候看到高院一个全场的压迫防守，哇，这球超掉，轻松两分拿到，林凯恩。篮下转身放进两分，内线积极的要位，再传出来，这球造成了犯规。这边可以看到三名加上采取的是一个二三的区域联防，那不过目前看起来成效似乎不太对，高院不太大。这二三区联防可能可以联防外线出手，但是不断被高院切入突破。传球发生了失误，球权回到高院手上。过掉之后换成左手上篮，三分出手，击到过大，很快的带到前场，一个抛投并没有命中，篮板再抢到造成了犯规。要站上罚球线的是十三号的曾宇豪，一罚没有。两罚静默，中距离的跳投遇到过短，前面一个长传骗过防守的时候，可惜没有进，再抢进攻篮板，放入两分。那可以看出来，现在高院工商基本上球在三名将球，只要运到四个底角的时候，通常都会进行包夹这样的一个动作。这个 step back 击到短了，是一个进攻的犯规。三名加上进行换人，背筐的单打成功，可以进两分。十六号的梁彦章，三分出手，遇到过大，在抢篮板的时候造成了犯规。这球又被抄掉，一个反手的上篮被盖火锅，黄杰踩到了边线，
球权还在高院手上。哦，现在高院来要来发一个底线球，看样子是一个战术的执行啊。三分球短了，快速的推进，哇，这球从左边绕到右边，可惜没有投进。虽然说躲过了陶俊的封阻，但是球也没有进。哇，双方都在，哇，这球快攻得手，双方现在都没有什么组织性的进攻啊，就是快来快去。这边也还以颜色，两分拿到。九号的刘敏彦，好，这边球被陶俊抄掉，陶俊自己一对一，应该是要自己上了，好球。蔡敏现在追到剩九分的差距。这球被盖了火锅，前面又是快攻，一个假传真切，漂亮。这个高吊球已经出界了。哦，现在田教练准备五上五下。看来这个五上五下能不能好好的守住这波进攻。蔡明加上现在把气势打了出来，那基本上白他用 JP 阵容采取一个221的区域包夹，刚刚已经成功制造出陷阱了。对，那可惜最后球还是被蔡明加上传了出来。这边在篮下腰位的时候，苏立群造成三名中央球员的犯规。这边喊出了暂停。I never thought as a kid that I would be playing or be paid to play basketball. Obviously, that was a dream of mine and both my brothers. My journey to Taiwan started 3 years ago from scrimmaging against Fubon, and that's how they first saw me. I came back to Taiwan this past summer and I tried out. Everything I do a certain purpose. Everything I do, I know there's a reason for it. And I know I'm not playing basketball just to play basketball. I'm trying to play basketball to score like that. 比赛继续进行，朱立勋的罚球。两罚中一，
篮板掌握在三名加商手上。中距的出手力道过大，陶俊点进了这球，双方只剩六分差距。底线三分也没有投进，这球被高院抄掉，抄了球。再传出来三分的空档，并没有投进。篮下朱立勋再补进两分，哇！高院的防守频频让三名出现失误哦。田浩的三分出手短了，是一个脚踢球出界。三名加商底线球，差点被抄掉，罚球线附近的出手，两分。第三节剩下最后的55秒，球交到田浩的手上，那田浩示意朱立勋上来帮他做一个单挡。田浩这个换手上篮非常漂亮，但是还是没有进。三分球短了，这边又是一个包夹成功，背后的传球轻松上篮，是田浩跟洪凯杰的一个搭配。这是一个 air ball。 第三节时间终了，目前比数是44-36，高院工商暂时领先。
四节比赛即将开始，三名加伤球。被抄掉之后，传得太远了，发生一个失误。这边又是一个全场的压迫防守，差点抄掉。陶俊的上篮 ，A1。可以看得出来，洪凯杰一直把习惯用左手的陶俊一直往右边逼，逼他让他用他的右手运球。不过看来这个防守策略不是那么的成功。陶俊还是用他的身体对抗优势啊，摆着这两分，要到一个罚球的机会，但并没有罚进这球。中距出手没有进，一个地板传球并没有传好，球出了界外。下手犯规，一个幸运的捡到，两分拿到。这边三名将再度换回二三的区域联防，这边田浩的传球被抄走，前面又是陶俊来了，我这球没有放进，这边下手犯规，三分球力道过大，这边王凯杰漂亮的超截之后造成了对方的犯规。凯杰第一罚没有进，第二罚陶俊再度跟洪凯杰对位，这个走步为例，第四节剩下7分32秒，场上喊出暂停，目前比数是40-47，高院工商暂时领先7分。
高彦的进攻。洪凯杰三分球没进，前面转身走步为例，进球不算。三分球命中，杨彦章命中这个三分球，这是一个内线的球员，命中第三分球。外围的传导切入分球，朱立勋的一个翻身跳投得手。犯规逃进了正常罚球线，这边陶俊要硬吃篮下，结果造成苏奕君犯规。现在朱奕君下场休息，杨彦章上场。高夹，哇！陶志并没有造成犯规。切入传出来，中距的出手短了，这球再补也没进。三名加上的进攻，选择三分出手也没有。这球选择慢下来，切入的一个垫步出手，传到外围，三分球弹框而出。三分球力道过大，哇，是一个走步的威力啊，想要分球脚步交代不清楚。时间还剩下4分55秒，双方9分差距。转身的上篮，左手上篮，由14号的王玉杰补进这球。哇，翻身的跳投又是梁彦章啊！在这节他跳了出来，原本以为他是一个主打内线的球员，没想到他的外线跟中距离也是有一定的水准。是啊，哇，这时候补进这球的卢珍，
双方依然是九分差距。左右的变换被球队抄掉，前面快攻机会，两分拿到。十号的王书甫上篮得分。哇，这个 no looking pass 传得漂亮，但球被破坏掉。凯杰又再次发生了一个肘部的违例，陶俊的爆发力跟弹跳力是非常非常的突出啊。是啊，三分球偏了，又是陶俊，哦，你看这球，你看脚步已经非常不稳了啦。你看陶俊也是靠着惊人的脚力把这球摆进。没错，现在双方只有三分差距。蓝院长的三分球力道偏，自己也可以上了犯规。给陶俊的三分球出手命中，哇，此时剩下两分的差距，现在三名加上分数追上来了，刚刚是一个踩线的两分球，朱立勋篮下要到一个犯规，打没有，两罚中一，高院保有两分领先优势，时间剩下一分三十八秒。三分球出手命中，哦，这是五号的黄博轩啊，结果这时候发生关键的失误啊，剩下一分十四秒，高原工商领先三名加上五分，三分球出手，一个 elbow， 时间剩下五十六点二秒，三名加上五分的落后，这是祭出了全场的压迫，直接突破上篮。六号的黄玉甫。要守住这波进攻啊，
三名加伤。球之后差点发生失误，又是一个漂亮的上篮，哇，横空而出，哇，到这边可能要比赛可能要结束了，也没有采取犯规战术，我这边造成犯规，不过剩下中场2.2秒，高原的底线球，时间已经到，最后比数58-55，高原工商惊险的击败了三名加商。I never thought as a kid that I would be playing or be paid to play basketball. Obviously, that was a dream of mine and both my brothers. My journey to Taiwan started 3 years ago from scrimmaging against Fubon, and that's how they first saw me. I came back to Taiwan this past summer and I tried out. Everything I do withA certain purpose. Everything I do, I know there's a reason for it, and I know I'm not playing basketball just to play basketball. I'm trying to play basketball to glorify God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 The biggest gain that I've taken away from playing basketball this season is probably growing as a leader. A lot of team or the whole team kind of looked up to me on the court because I was the point guard. I had to figure out ways to lead and communicate with my teammates that sometimes was difficult becauseI speak English and they speak Chinese, so I had to improve my Chinese a little bit. There were definitely very tough moments in the season, and there was a stretch of period where I was playing really bad basketball, and that was extremely tough because I wasn't sure if I was going to be better than how I was playing, and I was really asking myself, like, am I this bad? Like, am I not going to be, am I going to play like this for the rest of the season? My confidence just was not there, so being able to get in the gym by myselfjust shoot around and kind of take myself away from the season, I think wa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get my confidence back and start playing well. But now looking back on it, I think it helped me grow a lot as a player. I was kind of put in a leadership position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I was a starter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It's definitely been a very good experience and super blessed because of it. Every success that I get, all the awards that I get,comes from God, and I know that. My advice to young athletes would be really enjoy playing the sport that you love playing. And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finding that passion and not being forced to do it. Find something that you're really passionate about and just do it with all your heart. Just being able to play or do whatever with fun, like genuine joy,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经过了16场重重障碍，今年 HBO 冠军赛即将在小巨蛋展开。男生组来自南山高中、松山高中，女生组来自淡水商工和南湖高中。May the best team win.跟大家接到了球，三分球。这球展现了很大的决心 determination。
Behind the free throw line, score! 哇，这场比赛再度拉近。淡水商工成功拿下二连霸，成为104学年度 HBO 高中篮球联赛女子组的总冠军。在最后是南山获胜了，南山赢得了104学年度 HBL 高中篮球联赛男子组的总冠军，击败了强敌松山高中，也拿得了队史上的第七座冠军。过了16场重重障碍，今年 HBL 冠军赛即将在小巨蛋展开。男生组来自南山高中、松山高中，女生组来自淡水商工和南湖高中。May the best team win。大家接到了球，三分球。